么的，我不会想去翻它的，好恐怖哦。里面放着很多帽子和衣服，我下家请意麻烦不要跳这个有英文的游戏。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大家好大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而且还有这两个雕像，哇哦，这比之前那个故事还要夸张。我们来看一下，太夸张了，羽毛笔，哇，羽毛笔哦，哦，一是红色的，其他都是黑色的，只有一是红色的。一的背面是六，三的背面是四，二的背面是文字模糊不清，无法阅读。好，安安哦，安安。好，我们现在得到了这个类似我不太懂的讯息。好，放着很多什么，很多困难的书。他的家真的很大哎，你看这么多房间要买哎，等一下，那个看起来像死神。我们得到了。获得 X 碎片，先存档，然后我们待会就要跟他对话。好，存档完毕，跟他对话吧。背面，背面，正面，后面，前面，前面，哪边？一四六二的背面，背面，点点点，背面。你这写的够啥喂？我来我们怎样？这个是什么？他有胡须，帅呆了，真的是帅呆了。你有一把神剑摆在家。好，我们看下一个房间，应该可以遇到他。哎，门锁住了。门锁住了，不知为何已经不能再前进了，那我现在怎么办呢？奇怪，这是1462背面，他，等一下，五吗？不对，背面，哦，好吧，又是一个问答题。所以我们得要再好好思考一下。其实我没有仔细看答案。不知道。好，我们先去再去问看一下那个答案，他到底是要问什么啊？这边有写，一是红色，其他都是黑色，所以一的背面是六，三的背面是四，二的背面是什么？一红，然后一的背面是六，三的背面是四，一六三四，所以二五啊，对啊，我也是觉得是二五啊，是五没错，但是答案却是错的，好怪哦。所以它答案有几个字啊？1462的背面。好，他到底是要在讲什么？我来试试看6315，大家有这样子吗？背面，对了吗？1462 6315，对了，给你，谢谢，获得手杖碎片。哦，我觉得大家都好聪明哦，感谢你们教我这个阿呆时光组。月亮掉下来了，又圆又大的月亮。可是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个小男孩，我们应该要带着那个很酷的男生才对。当我那样告诉妈妈时，她看起来很惊讶，稍稍的笑了。其实月亮并没有掉下来，她只是高挂天空看着我们。不过妈妈很喜欢，我很喜欢看着妈妈那样的表情，所以我告诉她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看到大蜥蜴在说话，我看到隔壁家的伯伯在天空飞，我看到猫咪在池子里游泳，好怪哦。每天这样跟妈妈说时，她总是感到非常惊讶，接着笑着很开心。但是她渐渐不笑了。从那天之后，妈妈就再也不看我了。哇，又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等一下，好像门开了，走吧。这个时候就要存档。我们应该，那个很酷的男生在哪里啊？是这里吗？不能前进，应该是下面这边。原来是骰子哦，各位真的超聪明。门锁住了，我来看一下，不是这边，这边没有半个东西。那个很酷的男生在哪里啊？奇怪。不是这边，应该是这边，应该这边刚锁住了。找到那个很酷的男生了，对话。是艾琳吗？吓我一跳呢。门没有锁，全部的房间都是开的。老师，我不晓得。本来想说这也是梦吗？但是这不就是梦吗？虽然跟我家很像，不过没那么窄啊，还更大哦。好一个过分的男生。是啊，我最近常常做这种梦，梦到这里谁也不在，只有我一个人玩着双六。
在这里看到你真好，我们去逛逛吧，说不定有其他人在呢。为什么露出那个表情？哦，抱歉，我会跟着艾琳啦，去哪里都可以，请多指教哦。耶、我们现在我们带到这个男生了，好，可惜他是男的。哦，听到你们说是骰子，我就大概理解了，那个骰子有这种规则，没错，谢谢喽。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怎么了？不上去吗？艾琳，我记得你好像不会爬楼梯。什么时候？干嘛那种眼神看我啊？我是开玩笑的。是可以上来了。哦，太棒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等一下，有个男生。哦，对，存档。啊，等一下啊，好吧，算了，存错了，没关系。对啊，我抽不到星虫。我记得好像神奇宝贝的某一个版本好像可以带着皮卡丘乱玩，但是那是很旧的版本了。现在最新版的都已经变 3D 了。哎呀，老师，等一下，这是老师哦。等一下，被打了。艾琳和车汉吗？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说不要捶打我的腰吗？这么用力。哦，还好，我也想说什么事情呢？因为我不这样做的话，老师总不会注意到我。点点点，这老师也太……我觉得那老师看起来就超时髦的。这边也相当痛了，之后也禁止打我的侧腹，点点点。比起那个，为什么老师会在这里？虽然说在梦里会发生，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呢。跟梦有点不一样。对了，我来说，艾琳在这里才让我更惊讶。你们两个留在这里，可以的话不要离开任何一步，不要再往前进了。老师差不多要走了，你们小心一点。点点点，有东西放在老师的口袋里，这是什么？纸片吗？干嘛那表情啊？我跟你说过，老师总会发呆，对吧？没关系的啦。我刚刚偷换成玩具蜘蛛放进他口袋里了，你想要？真是奇怪的家伙。获得手杖的碎片哦，我们可以。哎呀，妖兽，吓死我了！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吧。有一天，我跟妈妈说，爸爸在睡觉的时候身体变得很冷。妈妈的表情比以前还要惊讶，相当惊讶。接着她非常生气，但是我并没有停止。几乎每天我都跟妈妈说，爸爸的身体变得很冷。每次他都会感到惊讶，每次他都会对我生气，那样太好了啊！好奇怪的讲话方式哦。因为只有妈妈感到吃惊的时候，她才会跟我说话，所以她的妈妈好像不喜欢她老公吧？哦，到底是什么啊？如果这不是梦的话，又是什么呢？老师总是在做一些我搞不懂的事情，我也搞不懂你们的对话。你说的也对，难道只有我是笨蛋吗？艾琳。好了，我现在继续带这个男生乱走，看不懂。我觉得这个好中肯哦。你知道我们刚刚玩到现在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你看他一句话贯穿所有的语言，跨博。中肯，没错，谢谢你，非常中肯。好，我们去下一个房间，有电视，先做存档。我存错了，很好，看不懂。哇，不是在这个国家出生的。我忘了是在哪里，不过这本书用的好像是那国家的语言。不同国家的人发型、眼睛颜色还有吃的都不一样呢，真有趣。还有什么？老师的眼睛是纯黑的。他是在哪个国家出生呢？一定是台湾。猜的啦，可是马来西亚人眼睛也是黑的啊，应该吧。我们来看一下，放着小说。好可怕哦，好可怕哦。这是什么？雕像，你看他家也太有钱了吧，两边放神雕像，谁家有这么有钱可以放到这种东西啊？可是，等一下，好恐怖哦！安哦，存档。好，我们先看下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看起来，等一下，他要问你玩要不要玩俄罗斯方块，不要。这是什么？妹，公分妹，公里妹，什么啊？听不懂，别把这弄乱了，你知道吗？这是男人的浪漫。这应该算是神经病吧。塞满了书籍，空无一物。等一下，饼干可以吃，有个蛋糕，可不能用手吃蛋糕，奶油黏糊糊的会把衣服弄脏，所以我们要找餐具，我们可以用山楂节来擦蛋糕来吃。这是爸爸的，乱碰的话会让他生气哦。妈，越叫我不得去拿，我就越想去拿。对呀，你小时候最喜欢玩那个棒。等一下，艾琳交给你。等一下，为什么门锁住了？这种奇怪了。好吧，我等一下承认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玩法。好，我们现在应该是要跟那个
跟这个东西对话。千妹 MMMMKM 什么意思啊？妹妹，他要我们回答问号里要填什么字母？我懂这家伙说的话，那就交给你喽。啊，你懂，你干嘛还要我教嘛？真是的，妹妹千妹妹 MMM 妹妹千妹妹，所以是 MMCMMKM 吗？妹妹，哦，好。非常好的问题，请问刚刚那只绵羊咩了哪一个英文字母？这什么问题啊？天哪 ！Oh my god！ 好吧，咩咩咩咩，我觉得我这样突然感觉上坐在电脑前面这样咩来咩去啊，好像有点智障。好 ，C 看看咩，他说你答对了，这是我第一次，这是我第一次随便猜就猜到了耶！他说你答对了，为什么是 C？ 原来如此啊，是长度。艾琳很聪明，其实我根本没有想到居然是长度。你直接给我撒回。好，存档，管他的，过了啊！大家都好喜欢 C 哦，你们这 C 什么？这让我想到有些，门锁住，不是解开了吗？不要，奇怪，有一个稍微可以放书的空位，所以我们要 拿书放进去嘛？这边有一个那个，我们看一下。好吧，我们现在怎么做？塞满了书籍，塞满了书籍，塞满了书籍。这是什么？空无一物。锁开，获读魔术手臂，好怀念啊！我曾经用这个把蛇什么什么蛇锐从上面丢下来过。好，床底下好像有东西，用魔术手臂去拿。魔术手臂夹到了一个蓝色的书，然后再把蓝色的书塞进去，然后就会开门。对，哈哈，存档。好 ，Let's go。哦，我真的觉得你们这些 fans 超聪明。奇怪，不是门打开了吗？奇怪。好吧，我真的有点不太理解他那个玩法了，真的不太理解。美人没办法对话，帅呆了。好，不，等一下，我不说我不要玩了。我不要玩啦，我怎么快速结束啊？好吧，就直接给他GG。好 ，game over。好，好吧。门锁住了，有一个蛋糕。好吧，我真的卡关了。为什么？是要看这幅画吗？有点摇摇晃晃的。好，把书，把画拿下来。背面有两个小叉子，这样就能吃蛋糕了。好，我们为什么拿蛋糕啊？好，我们现在要吃蛋糕。好，吃蛋糕。等一下，好像死掉了。脑袋一阵晕眩，口袋里有一张纸片，获得手杖。第二则故事，哇，有两个正妹，后面一个男生，应该是很酷的男生。我被锁在房间里了，没关系，反正有电视还有玩具，但是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对吧？他们只看着哥哥和姐姐，却不是看向我。要是蜘蛛和青蛙会说话，我就不会感到无聊了。对，不一样。为什么？好吧，有股奇怪的感觉，我现在就觉得好奇怪，我要先存档。好了，换成那个这个小女孩一点一滴的被取代了。好，对啊，剩五分钟，我可以继续 play。好吧。等一下，怎么会？这是什么？等一下，地板怎么会？好恐怖哦！这是 boss 吗？打怪吗？好，打怪。捡起来，得到 X 碎片。这是什么？感觉很不舒服，我也感觉很不舒服。这是什么？看洞里面。哇！吓死我！我觉得好像越玩越恐怖！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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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读这个英文的书啦！好了，读一下好了，看看我还看不看得懂。好了，奇怪，不见了。好 ，My mother had killed me。这句话我看得懂。我的妈妈杀了我，会死。她 has。Oh my god！ 我妈妈杀了我。My mother has killed me. My father is
eat me， 我的爸爸吃了我。 My brother， 我的哥哥和我的姐姐 sit under the table， 他好像说什么坐在那个桌子上，他的哥哥跟姐姐坐在桌子上。Picking up body lamb under the cold marble， 好吧，这句话我看不到，看不太懂。这句话我看不太懂，但是大概的，我大概想象到的画面就是会，反正就很恐怖，把它吃掉，然后把他的小孩给，就是放在桌子上，然后大家就很恐怖坐在那个位置上吃。破破烂烂，好恐怖哦！怎么好像越玩越恐怖啊？这是真的吗？破破烂烂，破破烂烂，什么都破破烂烂，好恐怖哦！破破烂烂，破破烂烂，破破烂烂，好恐怖、哦！看一下这里，也是一样哎。破破烂烂，破破烂烂，破破烂烂。哦，是桌子下吗？哦 ，OK OK。我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像，这个像很像蛋糕。别太恶心啦、啊，感觉很恶哎、欸。我想问你，为什么家里会有这种东西？有种诡异的感觉。我不想看洞里面，这个洞好像很恐怖、欸。大家第一个刚刚是眼睛嘛，这个是什么？眼睛看向另外一边的，好恐怖哦。哦，你还在翻译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 Blake。哎呀，这样地板。哦，好多。好恐怖的东西哦！这真的是一个……哎呀，地板！大家准备看那个洞了吗？我觉得要把画面遮掉。好，等一下，眼睛看向另外一边了，而且眼睛颜色是黄色。Oh my god！ 所以现在到底怎么办？还有这个地方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什么？哎，这个不是，这边没办法阅读，这边也什么东西都没有，破破烂烂，破破烂烂，破破烂烂，呵呵呵，准备看咯，一二三，红色的眼珠 ，Oh my god， 红色的眼珠，所以到底怎么办？蓝色的眼睛，哎，刚刚蓝色的眼睛是右边还是下面啊 ？Oh my god， 为什么问这恐怖的问题啊？右边吗？刚刚好像是右边，好，就右边吧。点，打错啊，没反应。先存档，我怕等一下有那个眼睛会冲出来打人。好，呵呵呵呵，左边，点。哎、啊，红色的眼睛，我。绿色的眼睛，大家还记得绿色眼睛是哪一个吗？哎，右边。哎，好像打错了、欸。绿色的眼睛是这个吗？我们来看一下。哎，绿色的眼睛好像也是我哦，还是上？我们我跟上好了。蓝色的眼睛是左边，红色的眼睛是我，绿色的眼睛是上，黄色的眼睛哦，好吧，下。哎，不对。哎。我们这边是黄色的眼睛，我们看一下黄色眼睛是，哦，右边哦，黄色眼睛是右边，好，知道了，再来，这是第三次，蓝色眼睛左，红色的眼睛我，绿色的眼睛上，黄色的眼睛右，哦，他说别看哦，道具。存档好，准备进去。哎，世界钥匙，拿走，获得世界的钥匙。旁边还有一张纸片，获得手杖的碎片。啊，又是一则故事，我们就把他的故事玩完好了，就是玩到那个他的故事玩，就是到那个把那个世界钥匙交给那一个类似那个什么会飘的那个男生手上。对，我们就玩到那边，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玩。好。爸爸的身体真的变冰冷了，我告诉妈妈，但是她不相信我。妈妈她已经不相信我了，她已经不相信我说的话了。时间过了很久，哥哥和姐姐终于发现爸爸，妈妈最后终于知道了。她露出我没见过的表情，她露出了我不想看到的表情。妈妈没有感到惊讶，没有生气，也没有笑。从那天之后，妈妈什么都不说了，她什么都不说，只用冰冷的眼神凝视着某处。
哦哦，点点点啊，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非常的烦躁，内心好像少了什么，但是我不知道少了什么。艾琳，你有失去？哎，你有没有害怕失去的东西？我不知道啊，抱歉，我不知道你忘记记忆了。这里好黑啊，不过我总觉得好安心，黑暗让人很放心，对吧？好有感情的感觉，但是你要知道爱情，哎，又是一个门，怎么看像玩那个爱丽丝疯狂占领一样，都会有一个故事的门。我们先继续存档，好，开门咯。等等，与其说我不想要你进去，还不如说我自己不想进去。要进去吗？进去，好吧。Oh my god， 这怎么回事？等一下，有剧情，点点点啊！Crack， 哎呀，真亏你能够到这里来，我不是说别过来了吗？是吧，爱丽丝 ？Oh my god， 没把我放在眼里吗？你们就那么在意掉在那里的晴天娃娃吗？哟，晴天娃娃，不对，那是妈妈，那是我们的妈妈，那是我的妈妈，不对不对，那妈妈没有那些眼睛。哦，那么是哪些眼睛呢 ？Oh my god， 回答我。喂啊！这个猫好像越来越恐怖了哎。哎呀，那不是妈妈，不是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说了，我明明说了，但是妈妈她……哎，不是真的吧？这不是真的对吧？为什么要用那种眼神看我？我为什么要遇到这种状况？事到如今在说什么？那个时候你那么做，造成这样的结果，不都是你的错吗？回首过去也找不到你没有错的理由啊。如果当时不那样做的话，那坐船之旅也只是浪费时间罢了。别说了，安娜坐下来了，糟糕，别说了，哈哈，算了，好吧，那么再见啦。他把他杀掉了吗？获得手杖的碎片。Oh my god， 好多眼睛跟嘴巴。哥哥的足球很厉害，姐姐的头脑很聪明，但是我什么都没有。明明什么都不是，我却说我是；明明什么都没有，我却说我有。每次说了以后，我都特别难过。他哦，那个男生说谎。最后，我也变得不明白，我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有什么？无论我说了什么，或许都会伤害到别人。但是我说了，师，应该说老师，我该怎么办才好呢？对不对？哦，我知道这怎么翻译。这个是说，但是我还是说了，老师，我该怎么办才好呢？哎，你的模糊字被我穿透了，没屁用。哈哈啊 ，OK， 我们完成了那个他的故事。Oh my god， 我觉得越来越恐怖哎，只是还有两关，还有两关。那剩下的这两关，我们就是到下次再来继续实况啦。哦，我们来看一下，上古之战我本来要参加，但是后来没有参加，因为我在课业上有些麻烦，对，我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没有办法参加。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哎呀，你露出跟上次完全不一样的表情呢。啊，没事，我察觉到了，那么我就来回收世界的东西啦。这些笔记的碎片也整理好了，一样给你，获得青绿色的手杖。那么我来打开下一个前往世界的门吧，嘿咻。那么接下来也拜托你了。Oh my god, OK, 我们今天就实况到这里。那么对，没错，我们就到下次就继续玩咯。只剩下这一边的门跟这一边的门，最终的大门就是要最后玩才刺激嘛，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要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玩这一边的门就好恐怖哦。诶，还是这个游戏是有设定的。秋风吗？算认识，但是并没有真实见面过啦，对。不要洗屏哦，那个不要洗屏哦。OK， 好，就是这样，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喽。下一则故事就从右上角那边玩。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是有特殊的设定，要不然的话，怎么好像越玩越恐怖？要是如果我们当初选的门是最右边那一边的门的话，从右边那边的门的话玩，然后再从左边的门的话，可能会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画面，好像越玩越恐怖，而且那只猫越来越白。OK， 好。我们先做存档就可以结束这次的实况咯。好，存档在这一格啊，你看小女孩那个巧克力女孩，哦，反正这些记录都一个被取代掉。 OK， 好，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